月的婚之前男借分手厨嗯，房，但是他俩有点不合适啊。什么呀？分手厨房，分手厨他们房？俩玩急眼了。跟谁玩？你跟老刘玩。玩啊！你跟老刘，我跟叉子，怎么样？可以四个人玩。一会儿啥时候？到时候到时候借啊。想借一下那个游戏。来了来了，我饿了，我有到时点候我跟叉子一饿定会打起来，我了。点点什么吃吧。可以啊，我感觉今天都没有过节的感觉，因为什么都没有吃到。还有10分钟，想点个，烤冷面。叉子呢？我们就跟叉子聊聊。叉子人呢？拿我的那个吃。哎呀，他们一直在直播。他是不是逼迫他粉丝？今天刷不到什么多少礼物数，他就不下播。那我应该这样学习一下。哎呦，等一下，给你们看我昨天买的五。交接了，要不头疼。哎。这么快。好厉害哦。他现在没直播呢。真的太厉害了吧。听懂吧？还好我本身就是一直在换。我今天在龙湖那边，但底下有一个花店，那里好多。当然不算。今天不是白色情人节，今天就是正情人节。难道是我们的叉子吗？来一颗，没，我没有花，但我有鸡爪。太久了吧？没有，播好久了，好久就下来。那你干嘛去了？我在那打电话呢，我太饿了。哎，去找。我在直播。那会拍到我吗？嗯，你就在这儿拍不到。哇，好性感，叉叉。陈玉。好，给你拍下来。我也就拍到你了。啊，拍到我了。你咋这么搞？谢谢无缘猫和凯西女朋友。这两人不能喝。别喝了，那倒掉。玩吗？等会儿你们玩吗？我来翻我的。等一下，我把叉叉。玩什么？你在玩那个吗？不对，在玩 Switch 吗？我们点不点外卖啊？到底？可以点啊。你点的什么？吃牛肉片。其实我想吃一点，就是零食一样的东西。不是牛骨头烤冷面那种东西。烤冷面是零食。那种感觉就是。可以啊，小吃。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我的最爱就是小羊。感觉的不错，对吧？我有进步吧？可以啊，可以啊，给我炸个萝卜墩儿。谢谢吴彦祖。吴彦祖。嗯。我们房间里的吴彦祖。我以为叫什么来着？我手上呢？谢谢淼淼，谢谢醪糟的桃花凤梨。叫什么来着？什么？先给我吃一口好不好？来，哦，对对对，你先。先吃一口。优先优先，女士优先。宝贝儿。是个爪爪。嗯，爪有骨头吗？嗯，这也不是大熊。我昨天问他有没有爪爪，他说有没有爪爪，他不是有爪爪吗？有没有骨头？嗯嗯，有没有爪爪？谢谢阿良。嗯，你来捞出来点吗？嗯，有点。这我又是新发现的一家店。元宝在玩吗？你们摁了 A 就磨爪爪，感觉有点点辣呢。嗯，少吃点。晚上睡不着觉，确实烧心。我去看一眼，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上回来。拜拜，这是奥康粉，不错。来一，米饭要不要？哎，我的筷子哦，在他那儿。谢谢付小费的冰墩墩，你别浪费筷子。怎么叫浪费呢？怎么着还是需要三个的筷子。哦，那你拿我的。你也分开了，拿上我一个。啊啊！
救命、哦哦哦、啊！你是不是干了坏事？是，把东西掉我沙发上了，是不是？对。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沙发道歉。道歉，对不起。原来只要道歉就好了，不用擦的吗？那别擦了，道歉吧。要不要搞点水？腾哥的程度不是刚刚好？搞湿巾。嗯，可惜。接下一个是光儿的桃花风铃，就是开空调开的，或者是稍稍有点再来一张。我感觉。谢轩。啊，教过这个我们过年的时候，我应该也买掉了，就因为洛克徐志胜太难吃。就是在我爸就是出门的时候跟着我爸走了，还好被我妈看到了。你干啥来了？我吃了。嗯。这叫什么？那个。烤冷面刚哦对啊，那找到了吗？谢谢纯大宝贝。有了跟猫咪走丢了还不是一种心情，因为狗狗感觉太有灵性。我过年的时候看到一只约克夏，天哪，就是那种叫名字可以回应，是那种养猫的人就是羡慕不来的，这辈子都指望不上，确实一点都不辣。哎，它暖暖甜甜啊。就是你说那个爪子不是很好看，我想，但是后来想了想，我想给自己涂个口红，然后完了还得绿，然后虽然。等还玩一会儿游戏。玩吗？你们俩可以现在玩。嗯，等他点完。嗯。都赖床上了。方圆十里没有外卖，好想吃。你怎么不存点吃的呀？那你平常饿了怎么办？排骨炖玉米。你那这不是铁锅炖？你是刚去坐了个月子是吗？我真的好想吃铁锅炖，你这么说确实是铁锅炖，还有大豆饺子。那怎么办呀？嗯，你是下周的。Madam，Madam， 这好好尝，好有味啊。我才是 Madam。我给你们加点吃的，吃给你们尝尝。不用谢，我的。我替你们尝。平菇娃娃菜，嗯，杏鲍菇好吃，我不信。明字叫随便取的名字，感觉很蒜香锁骨。大家马上就可以祝我元宵节快乐了，没错，好厉害，好妖娆啊，能拔啊。元宝，他以为有好吃的，就想吃一个那个烤冷面，但是烤冷面那家又没有别的东西。哎呦，就是了。我是一头猫。黑色长沙臭豆腐还是绍兴臭豆腐？我要。对。嗯。姐姐还要什么吗？酸辣粉要不要？哇，我都会，我吃什么点？嗯。我们可以吃那个泡面。哎，算了，不吃了。吃那个吗？吃不下了，都点饭了。你刚才订了什么东西？它没有电，我看你放的哦，被我拔了。嗯，是什么？那个粘豆包。在北京。
前天，哎，是我昨天吧？昨天我们干嘛了？昨天没吃了，昨天出去吃饭了。昨天没吃？嗯。不过他们家那个确实很好吃。哎，吃了吧，可以吃，没事。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我跟你说，确实很好吃，我忍不了。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祝我元宵节快乐，我也祝大家团团圆圆。天哪，哇！脸脸蛋不圆，元宵节还是蛮没有呵呵的。好了，钱包圆圆。喝的是吧？嗯，辣辣。那今天喝的吧。你瞅你这德行。嗯，好了，差劲。眼睛圆圆。嘴巴圆圆，谢谢卖的桃花不宁。点优雅吗？怎么样？别的不好喝。可以可以可以，给我点两瓶。一瓶都不够喝。虎年摸虎头，万事不用愁。哇，这配送费好贵啊！我发现便利店配送费都好贵啊。可能他叫的是外边的骑手。哇，好辣。确实有点辣，拿张纸，这是微辣呢。滚、啊、你！帮我拿下那个口红，阿刘，先拿，你后面。啊！ Yeah. 先尝一口，好辣。小心你的胳膊。嗯，吃个爪子好吗？我夹不到。谢谢你的叶蝶，谢谢谢谢。我错了，干宝，你接着睡吧，不要下去，封印。哎呦，一秒躺下，点个雪糕吃吃，看看雪糕。睡吧，快乐结束了。快乐来得快，去得也快。开始自己舔毛毛了吗？干嘛呢？闻来闻去。嗯，这是干嘛的？钥匙吗？不是。不知道哎。不是啊，搁这里的是不是？不知道。嘴巴感觉都辣肿了。谢哔哔哔什么的一点。为大家涂一个口红。我们俩接着玩吧，要不然反正也没事，玩两局再点进去就开始了，反正。嗯，快睡，宝贝。我吃了一点，嗯、哎，跑了。吃了一点，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肉片，只是没有什么肉。嗯另辟蹊径凶啊，辣死我的。好，再玩两局，玩吗？来，再玩两局，玩到十二点半。你要不来这儿坐，还是你在视角有点远？小心啊，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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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喂，你好。不敢了，我这样子。小心火烛。小心火烛。谢谢 ORU 的野蝶。嗯，那算了吧。因为他们坐在那儿，怕拍到他们。怎么把纸放床上？小碎。
两个。哎。谢谢莱姆，桃花风铃。嗯，我说小睡。我看能不能拍到你们哦。注意形象，注意形象，三二一，叉子。嗯。注意形象，注意形象，我先试试啊。嗯，好。来，三二一，开始。开始拍戏。拍得到我们吗？拍得到，应该。别拍了。看一下暖宝。哎，暖宝在这儿呢。暖宝。小岁，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明治优酱有货吗？然后，没事，我过去挡着他们。蓝瓶的。莫要慌张。哎呀，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喜欢喝的酸奶，我告诉谁大家都说好喝，但是他就不卖了。我感觉我的红润也有的很多店都没有。买大瓶的，明天。开席。明天好，那你就开始吧。好。那你再换个手边，要不然。我怎么感觉没有刚刚清晰了，是吗？嗯，是吧？我知道，我就聚焦一下。真的颜值很般配，是吧？很小，嗯，和刘亦菲，她演古装好般配。Hello， 哎，然后哪个他回去了？那个信号员，然后第一个。第一个是啊，这个也这个。Come on， 好，来一会儿，来，我来，哎，那这位对上，哎，哦，对，这俩不行，现在，啊，可以了，可以了，完了，蓝色电量不足，嗯，是不是该充电？边充电边玩行吗？好电量不足，但还能玩，电量不足但也还能玩。蓝色是那个公主是不是？是不是？嗯。哎，不是。是吧？你是黑虎。我是那虎了，我是黑虎。那换我来换。我觉得可以，我这刚好往右，你往左。花。嘟嘟嘟嘟。我是黑虎吗？嘟嘟嘟嘟嘟。我是那个蓝公主吗？嘟嘟啊，不是，你是虎，我是公主。我是公主。你这不是你的饼吗？对不对？你是公主。但是你看，你花，你是虎，我没花，我是公主。为什么？不知道。怎么换过来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哎，我们昨天喝的那个黑豆，豆豆豆豆豆，是万国二厂的呀。嗯，它好像出了好多这种新奇的，对吧？换过来了，为什么？把声音放大。喂，完了，那气球追不上了。我来，我可以双手。就是玩游戏的时候一个人好。笑我就吃。笑。还是我比较稳重。电台了，哎，你先按 OK， 我看到底是哪个币。我是公主。哇，怎么换过来了？怎么还这样呢？赶上企鹅了啊！小郭，死了啊！我人呢？啊，这。赶小企鹅，给我回家！哇，这个小黑虎真好好笑。我在这堵着，回家。怎么还溜冰的呢？啊！哎
哎呀哎呀，最讨厌玩这个了。改一下吧。赶不走他们。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哎呀哎呀呀呀！我这堵着。我在这堵着。回家，回家。我这脚。怎么还有只脚？啊！哎呦，我回家。你是要跟我对着跑？哎呀，不回家，这么不听话。他跑了，我也回来拦着。好，就赶这两个，能不能赶进去吧？这风。回家！不要！这小黑虎真的是，啊！这么大只，啊！死了！就差你，就差一个小企鹅。是不是没有时间了？十秒，再加十秒。你点吧，你已经。我感觉该睡觉了。你点了吗？点了。啊有。但我感觉该睡觉了。去哪边？没到了。去右边，左边。他刚刚跟我说完了，睡不好觉了。就要消化一阵啊、哦。嗯。我是因为真的饿啊。啊我再吃一段。啊？还有三十秒。加油！是真的吗？我俩不行了，我感觉我俩最多只能是的可以的。飞跃的小船，加油！快！完了，没开了。十，完了，不行了，不行了，没有气球了。可以了，拍上。没事，拍。你知道为什么一模零每次拍照那么美？很鲜艳。因为他团队全是女生。嗯，很懂是吧？嗯，他招女人，怎么拍漂亮？哎，不需要构图，只要脸美。高手在高手。给我！我看他伸手了。你，不，你下。他为什么伸手啊？他喜欢。这个简单，给我，完了，转一圈，完了，来不及了。啊，没事，我们是给了三十秒的。对，我们选十个盒子吧。
妈，你给我换红的吧。哎，这个是你是我？是我，该你了。哎，按哪个啊？是你，一直按哪个？我现在就是两眼昏花，你行不行啊？好，还有甜的，就是瓜子嗑瓜子，这太辣了，这家。菊花公主为什么菊花？零点一号。嗯，您放上的是谁？第二个是。哪个来着？这个。嗯，哎呀妈，或者扔一下吧，顶一下。你还是飘。哦 ，no no no， 捡了我三个小币。啊！哎妈妈，来来，你先喝。你给你。没啥，你喝口吧，喝口喝干了。想喝了啊，喝吧。哇，一 v 三，不一定哦，说不定能赢呢。吸尘器，啊，这个能赢，我感觉你能赢。我一 v 你们三啊。这是。对，看人气的多是吗？对。哦，这样子的，我们仨是小。啊 ，OK， 开始。我们得移方向。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啊、怎么了？哎，我的棉花还给我，还给我，都是我的。哎呀，角落里，哇，还给我，五四三二一啊！完了，你们赢了。嗯，又没关系了。我来了，再播一会儿给你们玩。等一下拿了外卖就不播了哦。给你们看我的帅派的，吃一个小巧克力。帅派的，帅不帅？帅。进我的大嘴。哦，娘娘，你似乎水怪哦。哎，怎么这么暗呀？感觉亮一点。哦，不是，是我手机暗。往这边挪一点。剩下半个吃掉。我现在也去玩，叉叉。嗯，我发现这个播到你。喂，你好。什么？播到你了。啊，你帮我放在那个里面桌子上吧，谢谢你啊。头发怎么样？哦，那你放在外面吧，我等一下去拿。嗯，好，谢谢。他跑了。外面到了一个。不知道到的是哪个，等都到了去拿吧。等都到了，嗯，行。我的快乐会回来的，好吃。韩妹妹，进
去，让我妈来吗？我就来吧。进去，进去，进去。哎，你在用 iPad 不啊？你的小锅、嗯、没有，我在用 iPad 看那个女的。再往里面一点吧。干啥呀？飞禽龟出租车查看地图，可以选方向，你走哪边都行。啊、嗯，你还可以再往里面吗？啊，我怎么这样？妈呀，我以为是这个游戏，我还在想咋了。选择宝箱，中间呢，就是你哎。啊，好有钱，给了三个钱，好穷。黑火烧，黑火烧，我拿吃，很适合小芳。里面看有没有什么那个牛轧糖，往上。牛轧糖，看到了吧？散落的牛轧是吗？哎，不是不是，那是椰子糖。但我想吃飞机。选择往这走还是往这走？我选择了，他不让我走。请摁这。哦。你玩你，你玩你，你玩你，我把刚刚上来。这个糖，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呀？这是我眼镜的，就塞进去了。刚放桌子上，我桌子找不开。啊？你点一下。火魔，我给了他三枚金币，给了我五枚金币，就是只赚了两枚金币呗。对，你有他少就不错了。叉叉，你看叉叉今天很港风哎，因为他那个嘴吃的很红，然后你看他看起来很港风。辣肿了。很长，谁有长黄？你今天吗？叉叉，你看叉叉，你又是那么玩的？太大了，像鸡了。你会了吗？啊啊！他，我这个我像鸡，现在越来像鸡了。啊！我说的港风不是那种港风，不是，我说他嘴巴，怎么了？你说鸡是哪种鸡？谁说你的嘴巴尖尖？鸡嘴巴，你刚撅起来，你。刘杰今天的哎黄色 KPI 就达成了，我每天给自己定一个。刘杰每天。他每天都给自己规定了一个黄色 KPI。今天也完成了，顺利完成了黄色 KPI。我们要找出出路。香蕉找路。差点滑倒了。摔一个大跟头，我发现这个黑虎走路很搞笑，而且往哪里走？这个公主是飘的。哎呀，很多推荐，是吧？也是这个吧？这个人设，哎呀，去哪里？事实，事实，还在用人运呢。我输了。还好我是第三名，对不对？是的，我也应该拿出我的手机来看我自己。谢谢小狼送的一点黑狼。小狼，小狼，黑狼哥，我们黑狼哥。哎，这个啊、哦，叉子能不能把我那个手机拿一下？可以啊。谢谢林大大送的皇冠。在哪？那。哎呀，都有镜头啊！又开始说，没关系，那我这样拿。我给你吃个风干还行吗？我给你吃一个风干怎么样？哎呀，刚没配合好啊！再来刀，再来表，再来表，差点意思，小刀一下，我忘了我的密码是什么了都。好像得到星星最多的是最厉害的，这是谁啊？现在是菊花公主最厉害。忘了这机器人叫什么了。菊花公主，这个 W 瓦柳，他叫瓦柳。瓦柳 W 瓦柳。看我，你的啊，该我了。啊哼，关键哦，好土你。哈，哇哇，这个不。哎，是我是我，是金夏格。
哦，那我换。给我三个五，给我五个金币，没收十个金币，没收十个金币，哎，没收十个金币，我的暂停是吗？哎，我也是我的暂停，等会儿那什么，没收十个金币，摁这个还是摁这个？那个那个。没收十个金币，就动，我闭眼，三二，他是个大师，汪，给某个角色，某个角色，你给别人，啊，你给别人三个，我给别人，对，你看。菊花公主是狄云莹的亲闺女吧？菊花公主这名字就很了不起。嗯，好过分啊！不喜欢菊花公主啦，下次我要当菊花公主。本来就是最穷那个，我现在只有四个小金币，我要变穷了，我不要啊！我强力冲突，嗯，这个好好吃。山楂，山楂，嗯，好吃。谁是我的对手啊？所有人都是我的对手吗？对，嗯，那三个人都是你对手。那我买毒蘑菇。可以，等会啊，你们读第一名吧。啊？怎么了我？嗯，我怎么了？小游戏，你们哎。啊！我这还有个蛋，好吃，可以吃不？可以，来，炸弹雨球是什么东西啊？哦，好恐怖哦！是岩浆，这个咋来着？哎，我人呢？哦，看到了。啊，好烦的游戏啊！讨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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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厌。啊，我知道了，下面有圈圈嘛？你跑那个圈圈那儿。啊，我会了，开始吧。啊，我要掉进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开始吧，开始吧。Start。哦，哎哎，好，摁错，摁错了，摁错了。啊，我死了。哎呦喂，晕。把我钱还给我！把我的钱还给我！我跑得太慢了，我觉得我要被炸死了！我好痛啊！我说你俩一个是蹦的，一个是飘着的。我输了，我电话来了。喂，你好。录一起那个绿色的。哎，为什么我的这个屏老是？你帮我放门口吧，我等下去拿。好，谢谢啊。因为你那个脚是疼的，难保难保，一共十个回合，还有六个回合呢。哎，你看我这个难保在这里干坏事，难保这肚子吗？难保给别人露什么看？我没钱了，我怎么走了这么多金币啊？都弄没了吗？我摁了啊？是吗？这么厉害，原地好。我真不想理你，我就说，我难道摁我还得做一个这个动作吗？你不是要按炸弹 ？Sorry， 你怎么开始打登地主了？好，我想。超过你了啊！要你们要这个视角吗？要这视角，要不是你。哇哦，加五！那个那菊花公主又出现了，怎么了？她是老阴人，她是可以用刚刚获得的道具。
你刚是想说老鹰是什么？想对谁使用？我对这个公主使用。这个。让他干嘛呀？让他倒退两步。哎，你怎么在头上呀？你转一圈，要拿到那个星星走到那儿就好了。它这个你可以，你玩它这个会挡人的，你知道吗？你玩骰子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地图。两边可以选，走哪边都差不多。骨牌遗迹那边是什么？飞行龟出租好、啊、出租车。骨牌遗迹要遗迹有什么用吗？这边应该可以那个什么？出租车那边应该可以拿东西吧？那去这边。你再往前走一点。我黑虎，我黑虎现在发家致富，我告诉你。哼，现在四人小游戏，我现在和这个谁一组了？对对对，哦、希望他带我赢。你现在要和菊花公主一盘一起了。我队友是个阴人，他肯定可以阴你们。哎呀，我怎么感觉现在用的不顺手了？啊，够不着，可以开始了。开始他那个就是那个的，就是有全员的。哎，我在哪里啊？我怎么一个都没有啊？什么意思啊？我没明白。哎呦，我的笔，我一个也没抢，我怎么感觉它不太好控制了？它是不是快没电了？能不能再来一下？可以，再来一次。还行。它就一下跑很远。拿那个没用，那个拿全圆的，就是一整个圆的，拿边上没用。啊，不是，我是弄不准，你知道吧？我拿一整个圈的。啊，够不着啊！都被他们抢完了。不是，你拿下面拿不了，你得从上面往下面拿。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挪不准、哎。为什么这个它一下上去好像远，一下下去好像远？开始吧。干嘛呀？嗯。哦，开始了，还在那儿呢。不是，你看他刚刚在我的，他仰卧起坐好几下。哎呀，把我的笔还给我！跑得不太灵敏了。啊！掉了！别拿了！我拿！我拿！你怎么抢二十个啊？这不是我，这不是我，我不是他，我是公主。怎么你们这是要用声音分贝玩的？你看。第一名是他。那你抢了几个？我就抢了几个，我倒数第一。几个？几个？菊花公主都追上来了。才一步呢。哎呦，他撞我！你看到没？他撞我。这是我的以为。哎，有那种伙伴格，还可以就是有一个人跟你一起聊啥的。哎，那我的外卖已经到了呀，我在等什么？我玩这个吗？玩这个。我还有多少？还有一会儿会儿，还有四局。那我们在那玩十五二十，看谁去拿好不好？行。三局两杀，一局一胜，说明白谁去玩十五二十？一局一胜。咱们吗？嗯，先玩吧。行，来，现在是瓦里欧，反正来吧，来吧。谁先？啊，你俩先。你们最后给我石头剪刀布吧。十五二十，二十。石头剪刀布。我还没到我呢，来，我讲吧。十五二十，十五。快留下，你们俩 PK。我只会石头剪刀布。是你要石头剪刀布还是这个？石头剪刀布，我不会石头剪刀布，不，来，迟钝吧，刘杰是不是有点迟钝了？没有，我以为还要再数一下呢。哪有石头剪刀布？三局两胜，一般都是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确实，三局两胜，三局两胜，石头剪刀布，
去吧。哎，好，我们聊起来。哎呀，该我了，该我了。五分钟。好，公主的等着就是人菜瘾又大。我得把试锅是学会了。很简单，没事，胡小薇根本就不会。反应不过来。他永远初五。没有。永远初五。No。他永远是这样。啊，他刚出了五哎，刚你跟你也出了哦，跟你出了十个，我出了五。对。蛮优秀。哎，我干嘛？我的东西我插上了，但是我得颗星星。哦，耶，得星星就能赢，就最重要是拿星星。他赢了。还没完，还没完。看到没有？我马上。笑容，第一名啊！我就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幸运之王。嗯，公主从最后一名改到第一名去了。她为什么得到了星星？因为我是幸运之星，好像是。哦，好可爱啊，黑虎。黑虎走不了独木桥，因为他太胖了。我喜欢那个小幽灵。你现在会选择一个蛀舌头那个？我喜欢蛀舌头那个，好可爱。马里奥，你有小伙伴吗？小伙伴可以给你掷骰子。嗯，你看有两次掷骰子。你俩好大呀！谢谢他免费来的皇冠。吃一口蛋糕，顺过一下。这是我的房间，这是刘淑贤的房间。对准焦点。谁说我菜的？我这里有一个手机，你看，就是快没电了。哎，移动放大镜就是把它对清楚了，是不是？嗯。可是它这样也不清楚啊，为什么？你可能要小一点哦、oh, yes 我知道怎么玩了 OK 这青蛙真丑不是青蛙吗好丑啊你慢慢的嘛突然觉得这个很像张宇是不是啊谁像我哦我知道了这个就像我刚刚那个那个肥墩墩像我开始没电了你们说没电了能玩一会儿能玩多久吧收吃新的外卖了一波吃完一波又起嗯，那两外卖都到了吗yes 到了嗯都到了凶残啊！你把他怼跑了。哟，
小圆球，小圆，哎呀，就差一个就是小圆球。这叉叉耶，谁说啊？这你，这鸟龟。去你的，谁说是我？龟。看不了全屏，哎呦，这是酷霸王贼二。你帮我把那个往上调调好不好？你看看，酷霸王哪个是你的？贼二，就是支架上的那个黑支架。怎么往上调？不动不动。这样。动动。往上。往上。黑支架不是我的，救命啊，大哥！你动的是我的，我真无语。你那给我动回去。动的啊，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你给我动回去，让他拍到我。哦。那就拍不到全屏了啊！不，没关系，就这样。哎，对对对，没关系，要不然他们拍看不到我，他们主要是看我。你不看这个游戏吗？可以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另外一个红色的手机壳的，往上一点。这儿。往上。哎。哎呀，笨笨，往上。这不已经往上了？不是很上吗？这样对不对 ？Yes。你这很全屏哎，你这不错。再往这边来点。不拍不拍，老刘啊。不是往这边，这边。哦，这边这边，我要看这个屏。那你就是不拍老刘。我要再往这边来，把这个屏放中间。啥啊？没听懂。再往这边点，把这个播放的屏放在中间。好，可以了。嗯，没有放中间。Stop。OK。OK。啊，错了。OK OK OK OK。再往这样子往上，然后这样子摆。你看它上面留白太多。再往上，然后这样子，这样子摆，可以吧 ？OK 了吧？OK， 再往这边来一点点。哎呦，这是太精致了，精益求精，这个人。我对不起。欧了吗 ？OK，OK，OK。这边呢？我一 v 三啊。这边怎么样？这边还要调吗？不要动。他们说他们看不全。不要动。不给他们看全。他们看什么看不全？他们看。看不着，看不着呆呆兽了。看不着。呆兽脚在里面呢。对，看不着呆兽了。这还不简单？他说要走光了。亲亲，嗯，暖宝怎么会这样在这敞这个，敞这个裆？你有毒吧？它只是个小猫咪而已。看来暖宝很想走红嘛。就跟刚刚那个一样。哇，我好快，我好牛哦！你不行，我还是快。哇，过。我跟你讲哦，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很难哦，很难会。走一个，滚你！你抢我的东西，你这个坏公主。再说一遍，我也觉得三个人，嘿嘿，齐心协力，就想吃饭，就想吃饭，他俩怎么这样了？他俩连姿势都是一样的，哎，确实，还平行，这俩小孩儿。嗯，不是，只有我们的暖宝刚刚亲了他几口。这是什么？给我一个饮料料。牛样样什么？饮料料。有一个是给姐姐买的。牛样样和样啊。那就给我一个牛样样吧。给我吸管。哎，我想喝小果汁。暖宝，不是这个啥，把嘴闭上。这个啥？他说你暖宝。没有管哎，你敢信吗？啊。没有吧？我们暖宝很有个性，说完之后他非常的。哎呀！嗯，这个不要。嗯，没拿错。菊花看我哪个变成第一了。暖宝，你得注意隐私，你是一个成年猫了。对，暖宝穿条裤子吧，要不然。那有裤子吗？没事，它可以露的东西也已经拿掉了。好臭，好臭，好臭！也已经拿掉了。我先拿一个干净的盒盒。第一个。年糕。事件发生。
来，客官。玩完这局。还有几个回合？他没电了。三个，还有三个回合。这个。他没电了。没电。哦，对，头顶上没电。没关系，坐吧。他没电了，可以充上去。年糕。臭。该我了。螺。哎，按成道具了。没关系，返回。还能那个什么？你要用这个了是吗？一轮只能用一个道具，你加油还用不了。哎呀，真是我的好朋友。十一，我去，这你知道吗？这是在哪边啊？去找星星。星星咋？就是那个拿星星，那人我感觉画画能拿到那个星星。哪有星星？就是那个小蘑菇头举。叫什么呢？恰恰好。骰子，你是不是还要往前啊？可以停在喜欢的格子上。你看，就这个。哦。还有两颗星星了。这刚好十一个金币，再差一个。找着刚不乱发金币了。你没有钱吗？我差一个钱，但是我已经有两颗星，我要 number one。一块钱吗？biu。走哪边？走哪边？走哪边？我可是不知道哪里有星星啊。你看它上面写转金币的路线，然后往这边走，往这边看它说什么。遗迹深处。遗迹深处是好的。是每个花。哎呀，好浪漫的猫。转金币，哎，算了。好浪漫，至死不渝。我撑死浪漫不死。快走了吧。快走。我看地图。按下，再按这个，按下，不是，它没有写，拉远画面。还有几轮啊？还有几个回合？星星在那。你不买，你留着干啥？怎么又回来了？他说钱没用，但是星星有用。嗯，钱没有用。嗯，星星一拿就可以往前。完了，这次我和你一波，我们一定会输。为什么？因为他们俩，他们是金星亲女儿。哎，也不一定。哎，也不一定。
这是我们湿巾屁。哎呦呦，不能被电到我，远离电的。电在哪里？比如他们吐出来就是电的。我啥都没有呀，我什么都没有拿着。你别说，这瓜子真的也挺香的。我看了。哎呀，不要电我，不要电我。不要电我，不要电我。真的，他只是放手。有人说爱叫放手。哎，这就结束了。这金币应该真的就给你了吧。哦，是哎，是给了。我妈是最后一名，大家都有星星，只有我没有星星。还有三个回合，加油！加油！在哪儿呢？加油，在那儿呢。还有三个回合。有点远。啊。来。我不想看排名了。那你过，怎么过？他估计一会儿还会说话呢。不一定，最后还有奖励呢，会奖励星星。可以了，让我下支。我是最有钱的，钱在这个游戏里根本一文不值。那个瓦里奥，心里感觉有点像房产。你看他才是皇族，他觉得他会摄影作业，他就要给他好东西。你这时候准备了，因为他长得像呆瓜，他们俩长得像呆瓜，呆瓜看呆瓜就行。这样不是政治，这怎么是？哎，我会这样，啊，这样不行，没有支撑力。嗯，哎，这样好舒服。啊，这样没支撑力。炒炒这个，看这个鸡像不像叉叉？啊，哪里像我？像！你刚才乌龟像我，这是鸡像我。哎，是鸡吗？鸟？哪有个鸟？我扫帚只会用来清理垃圾的。在哪里啊？就那骑着扫帚的鸟。骑着扫帚巫婆。巫婆。不要死我！他吧，他可爱点。这哪看一眼的巫婆？嗯，没了。多少才有？我像菊花公主。你像吧，你像，你像前两个公主呀。嗯。又玩这么讨厌的游戏。什么游戏？啊！我没钱了。嗯，被取走了。嗯。气球吹大。那哪个？吹气球，吹气球。啊，是这样玩啊。嗯，会破，那什么意思？可以吹大，但不吹破。对，就差不多。啊，他超过我了。你再吹一点。Yeah! 嗯，他超过我了。还以为你俩一样的呢。哦，那个是小包。有钱喽。是那个给那个小石块选选中的人，路易吉，吃不下了。他怎么这么执着金水管啊？他，他金水管带挂。去星星附近。哎，星星在哪儿啊？在他前，在他前面。他怎么不选那边啊？他很快就要到了。不愧是被选中的人，这呆瓜，多少钱？大过一级吧，天哪！不是，完了！为什么这公主有一半刘海挡住了眼睛？因为她是非主流的。
这都全都是四啊，弄来弄去不还是四？很搞笑。去哪里？我查看地图。拉远画面。我怎么越来越远了？我怎么还是在这里啊？你看一下路线吗？看一下该怎么走。哦，因为我这里走完了之后还是往那回。嗯，我不会赢了。那往前走呗。你得那样子。还有几个回合啊？两个。我不会，已经不会赢了。这个地图就是说，你在这个地图里面吃星星，是寻找有星星的位置。找到了之后，你用你的金币去买星星，谁的星星多谁就赢了。啊！但是我感觉第一个走的比较幸运。来不及了。他怎么这样子啊？陷阱！你点到了，你点到不支付了。可是我刚才支付，我他默认的就是支付，怎么会是不支付呢？支付不支付？你选的不支付。没有，我没选。他一般默认都是第一个，结果他是第二个。有一个可以直接到对方的那个嗯，超级惊吓盒。啊，不错，说不定是好的，就是我刚刚那个。哎呀妈，都是没收。挺好的，为什么？开始了，你接摁，接着。嗯，给你金币了。我去，给了二十。看他可怜，给了他金币。咱俩一组，估计不要输，不要输。我有这么多钱干什么呢？嗯，这个好玩。合体凹凸钢片，咱俩要合体。嗯，现在开始了。你看啊。嗯。先按那个。哎，按哪个？先按那个。先按这个。嗯。好，你按这，按这，按这个。按完它完了。啊，然后咱俩合在一起。我不动，你动就得了呗。嗯，可以。开始吗？开始吧，再玩一局，我有点害怕。你看，就咱俩这速度。一百年以后，你也合不上。你有点笨笨。那你双手来，分手厨房，我俩玩，他俩玩怎么样？来来，开始吧。那我们俩太有默契，太能。我俩会干起来。他俩会干起来。啊？我们俩还会干起来。我俩会干起来。我俩会对骂。快！不在乎，咱俩架起来。对骂的，你会骂我俩对骂。啊！你那个底朝下呀！你以为这么简单吗？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啦。你来，你自己来吧。嗯，就开始。按这个。按这个。按啊，你摁了吗？我摁了。嗯，第九回合了，又是菊花公主。这个还有多久结束？挑一个回合。最后一个回合，那玩完就要去洗刷睡觉。哇，可以。明天早起。他不需要，他应该点不需要。明天去染头发。去不去？可以啊，去哪里染发？去那个那边，搬到那边去。嗯，到全家那边去。他要赢了，嗯，没有，他只有二十金币。他想扣我的星星，结果我没星星。哎，会换地方，有可能会离你。嗯，好完事儿。加油，加油。果然，凭啥这个菊花公主简直了？六，这么多六啊！这个，
他永远都有金水管，这个莽夫。他们好像每个人物都有特点。天哪！就是搞到几个，我也想要金水管，这样就可以钻地道是吧？不知道哎。哎，他会，他不就在星星前面吗？我还有没有？哎呀，算了，来不及了，一个回合走不到。嗯，肯定走不到了。就是这个女的。我的小朋友总是会给我一个。出租车？我怎么感觉你的小朋友像金飞文呢？啊，你看，你小绿龟吗？小绿龟像金飞文。走啊！他怎么不走？哦，我知道了。黑虎了，黑虎还有机会没？加油加油！你看他所有的格子都是四，我转来转去不还都是四？我俩永远都是转到六。不行，有机会啊！你马上就要超过他了。到不了，到不了，差一点点，差两一步。哎我、你不会被搞下去吧？啊！打你！没用，因为有小游戏也没用。嗯，一 v 三，旺旺斗牛士，撞人的，哇，滚你的，要死！就我们躲就好了 ，OK， 休想撞到我！第一个就把我撞飞了，那你躲他。撞死你憨嘚儿！蠢！他把我撞飞了。啊！我死了，加油啊，菊花公主！他俩在这演，他俩是演员，菊花公主，他俩就是演员，你看这。加油加油！啊！菊花公主死了。完了，他金币变多了，他赢了，没有了吧？嗯，演员，菊花公主是演员，给多少钱呀？那个瓦里欧给的，我被菊花公主超过了，两样，那也不管。哎，还有最后一个回合。一，他六，真的就是，你永远干不过资本，这就是你懂吗？好像是你选的角色就会摇到几。哼，上次你们选菊花公主来玩嘛？要不就，爸爸为了……哎呦，他使用道具了。这小孩走后面，他要干嘛？他要撞死别人？不。还可以加三，我紧张了，确实挺有创意的。你看，完了，他，我现在到了第三了，完蛋了。天选之人。哎，他不是又得了一个星星？哦，我还没走到这地儿，星星要走了。啊，星星，可以，我们有机会了。可以了，可是最后一个回合嘞。最后一个回合，估计就做不到了。那让我超过菊花公主吧。又来了，血管吗？强力冲刺蘑菇哈、嗯。其实我今天喝这么多，嘴还没开始长。好撑，我的肚子好大。还有左右。
徒手又只是说你手残废了。啊，不行，我锻炼一下了。哎呀，嗯，居然是这样。出发。哎，把你搬运对手所在的格子，你看哪个离他最近、啊？哎，我不知道哎，看不到哎，怎么办？确实，这距离更近了。是的，锻炼啊，还有玩生人是吧？举铁呢？不用，谢谢。我感觉你是最近的。我也觉得。嗯。再来不及了吧？嗯。哇！嗯。好，吸呀。竟是我室友，竟有一个黑色的，我可是靠自己的能力得来的。不行，嗯，哎，我感觉老刘还有机会，怎么会？不会了，我就要前面去了。然后飘远了，飘远了。你看，我刚刚先是选择了数字，再是选择了不去别人的地方，给我。等会儿。嗯，想走，当然想走了。呦呦，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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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要被你吓。去吧。还有人是吧？道具阁，难道说？方块是拿来金币的。黑虎。还是二，我俩永远都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每次都到哪儿？是角色的问题、啊。那可是我每次都不一样哎。嗯，但是就是那个数字的概率比较多。没有概率问题，就百分之百概率。嗯，差不多。因为我之前玩那个谁就是，接触爆米花。看影子对。看影子。嗯，这样。OK， 玩吧，电量不足了，快开始。它电量不足能撑这么久？哎呀，我们都抢同一个。哦，陨石啊！要死了！啊！我一个也没抢到，我是个笨蛋。找我第几名？还有在那个还有星星呢，还会再给星星。结果他看很可怜，但是很可爱，所以他给我八颗星星，给了一颗，好帅哦。嗯，黑虎。第一个奖励是呼朋引伴奖励。好了，因为我大量黑虎有一个朋友，那个三水也有一个朋友，是我们两个。哇、哦，黑虎好呆哦！这不是暖宝吗？哎，那个叉叉叉叉，红色加料，跳本了，滚，跳本了。我最红，啊，还是我们两个。哎，那黑虎不是最后哎，黑虎还有赢的机会。什么？这种人现在时刻是过不去了。我在学他，他就是这样子的。Congratulations！ 那只有一只眼睛。黑火手根本没碰到一起。我第二名，但是我有74枚金币。嗯。
逆袭逆袭吧，好棒棒哦。好了走了，好了好了，拜拜，再见吧，朋友。嗯。哎，没有什么，没关系，没关系，就说就好了。哎呦，不玩了，不玩了。哎，那个小房子，红色包。哎呀，哎呦，哎呀，我都没发现，我最想吃的这个。这是因为这个，我没发现。不精准的，装不好。啥呀？看到镜头才发现，吃的年糕酱。那种烟鬼男人。擦擦。我是瓜子男，我给里边兑点水。好，我要走了。傻子男，这瓜子叫傻子瓜子。拜拜。你是傻子男。小水和大家说拜拜。瓜，我是瓜。说拜拜。你是枕头公主吗？你不是。滚。你自己说的。我说的是白玉娃娃。现在叫菊花公主。你 KPI 超额了，今天这已经是第二天了，拜拜晚安。这么早迫不及待完成自己 KPI 啊？怎么？昨天那不是那个？这里边就有菊花。昨天的。